恁若知，你就要离开我。恁若知，你是别人的心肝。带来这一位不得了了。这位呢，跟龙姐呢有不密不可分的那个关系。是啊，我们是同父同母啦。咱讲迄个真人的《我问天》，就是伊本人的作品。到坚持。是。今天安排歌叫做《明仔载》，欢迎江志峰。送到这是我最大的勇气，惜你惜命命，予你当作靠山。不管安怎，不管好歹的心情，你有我，你有我，你要嫁别人。我手紧紧看，恁若知，你就要离开我。恁若知，你是别人的心肝。希望你的眼神看见幸福的将来，我对你的爱。寄托孤单，恁若知，你就要离开我。恁若知，你是别人的心肝。希望你的眼神看见幸福的将来，我对你的爱寄托孤王子，弟弟你好棒哦！天马卡西，哎，看到江志峰我就怨叹啦，嫌乱啦。伊在台湾安尼过亿过亿，但是东南亚各地来邀约不断，赚唔够侪钱的啦。当才子啊！我不敢，不敢。有没有你是才死啊？啊，恁两个那，恁两个那无啥讲话哟。我们两个都在台下讲足多啊，感情足好啊！我拄啊一出来讲，弟弟你好棒哦！是，谢谢姐姐。我那个旁边，哇，这边黑黑的，对啊，这是龙姐江志峰，哦，看得出来黑龙江哇！黑龙江。